看这位阿姨在现场看的可真是紧张，看到惊险的球，她还会忍不住抓旁边老公的手。这个戴着七彩小辫子帽子的阿姨今年已经快五岁了，但是她的加油热情丝毫不逊色。篮球让我年轻，让我充满了活力。整齐划一的服装，个性十足的加油道具，从小朋友到年逾花甲的老人，我们的辽篮球迷年龄跨度真是大。而且每次主场的高上座率可谓是全民爱辽篮，但是球场上无论怎么呐喊，咱们的球迷文明观赛可毫不马虎。文明的观众，而且呢，狂而不乱，为自己的组队加油，觉得也有礼貌，就是这样。虽然说我们带着那么多牌子吧，但是我们都是正能量的标语，都是给球队加油，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球队取得胜利。没错，我们的球迷一直是球场上的最佳第六人，带有正能量的助威声，也会陪伴着球队走得更远。